啱啱踏入2024年新嘅一年，天王刘德华就带嚟咗好消息俾大家。佢喺出席电影《潜行》首映礼嗰阵，就话已经入纸申请红馆嘅档期，依家正系等待回复。更加透露，巡唱嘅第一站将会喺7月喺上海举行。消息一出，即刻令大家兴奋又期待啊！就连喺身边嘅林家栋都话要留翻张飞俾佢，或者又同大家送上新年祝福啊！身体健康，一路开心每一日。系啊，七月巡回，希望而家申请紧出年嘅啱啱入咗纸12月咯。咁睇下未？唔系啊，未知批唔批噶。刘飞系啊，系啊，我而家入咗申请，希望佢尽快可以知道。如果出年12月可以跨年，就会最理想。你点喺边度啊？是啊，红馆，我哋应该第一站上海啊。